各位好朋友，这次的展览你错过了，终身遗憾。理事长和安就永琪梅阿姨感恩台湾美术交流协会哦，把它就生动啊，就活泼。很少看到那一个艺术协会能做的这么精彩，里面有包罗到国外的艺术作者，还跟本土的跟我们在地的文化作者，那应该是集结超过全台湾里面顶尖的艺术前辈也行。这一场应该是精彩可期。这次呢，台湾美术文化交流协会呢，在港区艺术中心呢办了一个年度的大展。那我想呢，很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都一起来参加。为什么？你会想说一个协会，到处都有个展览，但是它不同在哪里？将近200件作品，我想全台湾各地的顶尖的艺术家的作品都在这边可以看到。宝贝，去。